换人，等一下，没事，歇会儿。比赛还有4分50秒的时间。孟博龙、孟翔之间的一个挡拆，哎呀，这个球传得太低了，给到朱家荣，挡拆之后，高挡没有传球的机会，自己出手。加罚一次 ，and one， 罚球命中。来龙骑士的球迷们，龙骑士，好的，2分命中，来自孟博龙。哎，来得及，才10分，来得及。出了3分，差一点，张真心依然给到朱家荣，篮板上面龙骑士有点吃亏。这边叶文浩晃开之后，不错的传球，造成犯规。不错的传球，黄队犯规，罚球。换人，好球。来罚球，一罚没中，2罚中1。龙骑士加油！哎，这个球好了，24进攻得分没问题。防守。黄队犯规，罚球。其实自己心里也有点着急，因为确实我们犯规次数比较多，他们罚球机会多的话也很伤士气，尤其在这么关键的比赛。没事，正常打。第一罚命中，叶文浩。2罚全中。叶文浩投的真的是超水平发挥。这边孟翔弧顶的区域，面对张真心，给到左路，哎，这个球被冒掉。哎，慢点，球没有拿稳，龙骑士抢到球，非常聪明，这个球很棒啊。防守。朱家荣，哎，有后续动作，但是注意你的假摔，如果再有判，就是犯规。黄队犯规，罚球。好的，一罚命中，比分差距来到10分。好的，2罚全中。哎，罚一个。哎，别给三分。罚一个。这边孟博龙，哎呀，这个球能不能找回来？外线机会，孟翔出手命中，3分，来自孟翔。孟翔的3分很稳的，非常扎实的一个球员。防守，比分差距来到8分，2分37秒的时间。朱家荣，这个球出手3分。没能命中，挡拆，龙骑士交还给孟博龙，内线犯规拉人，黄队顿败，找到彭玲 three， 来自彭玲 JT 请求暂停。哎，稳一点，黄队眼看你再稳，再来一个，不要坐着打，还是要你要跑上来打这个掩护挡拆。1次、2次没有，3次，拉开啊，空间拉开一点。先这样啊，孟翔啊，你过来挡拆吗？你过来挡拆，你防哪人这么防？你假装往这边挡，突然间变方向，别你或者你这样过来，他这人肯定这么跟你，然后马上就走。对，然后你往那边利用挡，你挡他一下， okay. 要不他就移动掩护就犯规了。在这里啊，防守要放下，拉开空间。
不要上来这里。防守就去每个球这里。哎，我顶住啊，顶住啊，顶住！防守不要愣神，不要给三分哈、啊，对上人。彭玲，你上去给孟翔做一个掩护，把张晨曦给我甩开，给他掩护住了，然后你上来掩护来，然后你这样下去，张晨曦给挡住了，来。Okay.好的，最后的两分十三秒的时间 ，J Team 33-28领先五分。防守，防守。J Team 的球权，进攻时间还有最后六秒。六秒钟，防守，挡拆，换人。哎，这个球防守有点不应该啊，太轻松了。防守，哎。换了换了换了，这边没有机会，弧顶，孟翔直接出手，这个球没能命中。祝家荣，不要犯规啊，注意不要犯规，防得非常的紧，走起来，这球没问题啊。叶文浩二次进攻，张春新两分命中，在比赛最后的时刻，关键球完全是靠他的积极性争取回来的。体力在一个极限的状态下，他还有这样的冲击能力的话，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。换人，换人。龙骑士请求换人。防一个，没事，防一个。庞亮。歇会儿，这会儿有可能再换上去。加油，不要跳。祝家荣，别犯规！对，连续的几次防守，球还是交还给了张振鑫。这个球差一点点。黄的球，别着急啊！这个时候啊，传球一定要冷静啊！进攻九秒，注意掩护啊！这边孟翔，哎，孟翔两分强打，55秒，只差四分。换人。不错，好的。